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.hk。 是大家好，我是本土民主前线的成员，而这一位就是我们当日在大埔受到警方无理拘捕的成员。我们刚才向他作出一个、初步的问话，就是问过他当时的情况究竟其实大概是怎样。而他也都讲了，当时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进行一个和平的示威游行，我们走过的时候是被警方无故抢我们的旗，拉我们的人，我们认为这个是针对我们组织的一个政治打压。警方他们这样做其实都是想打压一些新兴起的本土派势力。我们现在是可以跟警方说，我们是不会畏惧他们的打压，勇武抗争，战斗到底，勇武抗争，战斗到底，公民抗命，无畏无惧，公民抗命，